恢复精装战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以黄金柱或者是将军柱后三天价值的最低实底和最低虚底画出虚实两条线。刚才是跟大家交流的，我们必须要画出啊，一个是实啊，一个是实，一个是虚，是一个是实，一个是虚啊，画出实虚两条线，对不对？画出了两条线干什么呢？画这两条线呢，就是来测算和确认柱桩的攻防线路。我们进而规划我们介入，如何介入，如何来退出，画出我们的攻防图来。我们找到这个跳靶，所谓实底就是指的架住的实体底部，那这个虚呢也是指的架住的虚体这个底部。大家要知道啊，对付精装，精装呢采药，第一个跟大家讲自身看它是不是在二一位上，那二一位是天同位，对不对？相信大家看啊，这是次阳，是次阳搞大空位分，是我们早上记住了啊。那三日呢，一二三，第三日它回踩哪个地方？是回踩脊柱的上三位。那回踩上三是为强，对吧？回踩上三位为强是将军柱不可靠，我们它踩线，我们必须确认，怎么确认呢？黄金线上阳盖阴，我们才能封地介入气生金，有跌转升必须要确认，对不对？那我们再看这个是一个高量啊，是个高量。那我们再来看，那一二三它什么呢？我们要画三日最低点，那先画虚，然后再来画实，三日最低点虚点这实点，对吧？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虚打底的，那实保自己保在什么地方啊？保在这个脊柱的上三一，是不是强？所以说，哎，这天是打出个大阳啊。那我们还可以延伸啊，在下节课我们啊，这节课等一等，我们跟大家讲，如果你找不到它的攻防界，找到它的跳板，我们还可以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向左右延伸，那就像他哈，找到这个脊柱，次阳可以做脊柱，对吧？这个啊，大阳也可以做脊柱，是吧？这就是王牌合力，他形成王牌，那他一定会形成王牌，对吧？就像跟大家讲的元帅一样，那他可以往左右延伸，他会在哪个地方啊？会在这个大眼大逆势力平阶，对吧？我们继续三者呢他什么呢？来个左支右撑，对吧？左边撑在这个大阴师的平线之上，右边呢有个什么零号确认，这黄金柱不可靠，踩线确认才可靠啊，它有跌必须转身才能确认，不跌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是阴助跌，对吧？那阳才助长，它必须要一个确认，对吧？双阳神确认名号，这是最强的确认。那它有什么呢？哎，打出个涨停板来。我们借着什么呢？借着左支右撑，借着这个脊柱本身，脊柱自身，对吧？它上三一是为强啊，这个什么回踩上三一，然后来个双阳神的，我们第一时间大家啊分批布局，对吧？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有什么？又是在回踩上三一，而且左边还有支撑，左支右撑，说这边一个零号，我们马上。大家是就伏击到一个涨停板，这是什么？这是精装啊，精装。刚才给大家讲的三日，我们要不光要结合自身，还要结合三日最低点的实和虚，对吧？那大家看一下百利为什么我在这一天的时候啊，与大家做交流，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翻倍了，就是根据这个庄性啊，就是根据主力它的攻防性，我们画出的这个攻防图，对吧？第一个，大家来看一下啊，这天是大阳，啊，大阳那是跳空阳。我们首先在它失灵之上画条线，在失灵之上画条，就是三日是在失灵之上，是力强。那我们这天又是个大阳，我们有开可以画一条线，对不对？画条线，那它在什么地方啊？它是在这个回踩自身的二一位，二一阳关到回踩不破，抱着股票笑，对不对？那这是什么呢？啊，这王牌合理。对不对？那合理在这档又是个跳空阳，又是个合理，这个跳空阳啊，是吧？又是个合理啊，不光元帅合理啊，不光王牌合理，还是元帅也合理，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什么？一二三，那三天的最低点，最低点在哪？是在这个地方，最低点
但是他是什么去打敌人呢，施保自己，他什么啊，这几天回踩在基础的二一位，是基础的二一位，那二一阳关到回踩不破暴露不飘飘，那将军主不可靠，那踩线确认，这天是不是确认一个大阳黄金先生阳给你，是确认了跌势要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二一踩二一，在这儿又是踩二一，二一之后直接一个上涨，那在这个地方是二一涨，那在这个地方也是二一，能不能涨呢？那是不是我们看它跌势砰砰，这又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王牌又合理，它不踩二一，不踩自身的腰了，我踩嘛踩头了，跳空了，结合零号跳空了，是更强了，顺着间在盘中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交流，是六个大洋，对吧，他现在干什么，在这儿是他是个什么呢，在这儿他踩腰踩自身劲装，对吧，踩自身，而在这个地方表现什么呢，而且在表现我不踩腰了，我踩头了，强了，一不足一不强，顺着今天我们继续交流，今天继续一个20%来打洋，对不对，这就是根据庄家他回踩的足迹，一开始他回踩什么，一开始我们画的什么，一开始我们画的是头，对不对啊，画的头看见是回踩头，结果呢我们画回踩头，他这天这个跳空阳啊，那这一天他什么呢，第一天他是个跳空阴，是吧，跳空阴在前面的时候是强，那我们就要看他是跳空阴，首先我们就来看二一，因为二一阳关倒回踩不破保证股票效，因为这两天它是价涨量缩，庄家强啊，对吧，但是你这天跳空阴，跳空阴你的二一费你不能破，二一是多空双方的临界点，对吧，这天是攻防打压，你打压你不能破我的啊，破我们俩的边界，对吧，那这天别看这些凶狠的打压啊，但是第二天直接什么呢，直接他站稳了这二一，那他攻防线在哪里，就是在这腰自身在腰这个地方，对吧，那既然他没攻破他的二一位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多方胜，就是今天结合零号，那我们大概是叫进场，同样如此，这个同样如此，也是没破二一，是不是啊，那我们大概呢也是要进场的啊，在这一天的时候，那我们首先给他预什么，一个零号跳空，是零号跳空，那我们就要在什么，既然是零号跳空说明强，他就向上攻的欲望，对不对，那我们首先在什么，我们首先在这个实体化界，我们就看到啊往下是怎么走的，因为在前期的时候他什么，他有回踩动作，有回踩动作，是不是，那我们就要防什么，他回踩，看回踩这顶破不破，如果回踩顶不破，像今天回踩实体不破，是不是我们大家第一时间要跟上，这是强装进来，对吧，就像这一天似的，那他在基础我们看他强，那第一天他就是画什么，第一天他就是个跳空阴，对不对啊，往下打压，那我们就要想到二一位不能破，首先是不是第一天我们看到你就往下打压，二一不能破，所以我们在二一这个画一条线，那主力攻防线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要看庄家的足迹啊，你看在二一位的时候你一回踩马上收起来了啊，来个什么呢啊，来了一个双阳胜啊，从一到胜，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二一位就是主力的攻防线，就是它脚庄，就是踩自身二一位置，说明它是个脚庄，对，这点又重复这个脚庄，对吧，这样是脚庄的是脚庄，而到这个地方它不是脚庄啊啊，而踩头的，那我们就再画一条啊平衡线，那它在什么呢，今天一踩头说明强，那肯定继续跟，因为什么，直接在它一直是加涨量缩加涨量缩，那庄家恐怕良好，对不对啊，加上今天跟大家讲的，要大家关注次新板块，就像次新板块它不光是王牌合理在这是啊接力行为，那这又是个合理，对吧，又沿着这样太以后跟大家讲啊，太极先走，说说就装越走越强，越走越强，是不是啊，还有老师书上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看一下他这个装也就是什么去打敌人施保自己，你看在 A 这个地方，对吧，你看自身他是上三乙势力强，对吧，在这样他是去打敌人呢，施保保在什么地方，保在这个基础的上三乙力强，所以在走这一步，对不对，那你太为基础，你看他回踩什么呢，他回踩这个基础是顶平线，并且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呢，就踩这个啊这个阳大阴啊这个阴是顶平线，对不对，也是来的啊去打敌人，那施保自己，你看保在这个基础失灵之上，对不对，他有这个进的在这儿是这个大家这天啊，这个大阳他也是，你看基础的二一位，是不是基础二一位，他去打敌人，那打在什么呢，打在左支右撑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
在这个地方又有这个性格，你看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在这个地方又有这个性格，干什么呢？那一二三三日是以他为基柱啊，以他为基柱，大家看你看大阳为基柱，但是打的底的续打敌人打到哪个地方，打在这个基柱的啊尸体，但是尸保在什么地方啊，保在这个基柱的尸体之上，是不是？那这天也是啊，续打敌人打在这个基柱啊，打在这个基柱尸体是个脚状，对不对？是起脚状心续打敌人，那尸呢尸保自己保在什么地方，收盘在这个基柱的二一之上啊，那这天一个跳空碰他就打起来了，他有这个性格，是不是？总是虚打敌打一下，然后就站上了啊、站上这个二一之上，对吧？在这个地方虚打敌人站到这个什么，站到尸顶之上，总是愿往下踹一脚，对吧？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在这儿也是那、踹一脚然后站上来啊，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又是咱们以这个被记住哈，也是大阳位置，他也是踹一脚，对吧？踹一脚又踹一脚，但是保在什么？保在这个记住的二一之上，是不是二一位之上？那这个跳空啊，是不是他就要涨？在这也是下面有这个性格，踹一脚就涨，对吧？踹一脚呢就涨啊，在这一段他在踹一脚的时候，大家就要想，你在下面这个动作踹一脚就涨，踹一脚就涨，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领跑跳起来是也要涨啊，是他有这个规律。啊，有这个规律，虚打敌人啊，虚打敌人是保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那对付脚庄呢？脚庄是踩脚，那武术上这种脚庄，他们呢往往不按这个规矩出牌，不以通常的攻防线来规划自己的行为，有的时候他们故意击穿自己的黄金线这个底啊，上一榔头，下一啊棒槌，让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到底在哪儿。那对付这样的脚庄。上面我们顺其自然画的这个黄金战法，往往呢找不到它的这个跳板，因此我们要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呢？那敌变我也变啊，顺着啊主力的足迹来找它的攻防线啊，怎么来找呢？我们要顺其自然，从主力走过的这个脚印上，我们来找它的伏击的它的攻防线这个路途啊。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任何的金线都不是我们画出来的，而是主力呢他用他的足迹用他的行为来证实的。要想对付这样的脚庄，那我们必须要比这个庄的脚庄要更要狡猾，对吧？那大家来看一下，像什么呢？大家看为什么哇我们大家跟大家交流的这个基础走得比较好这一块呢？他就是你看是不是，这是刺阳，我们在啊又是跳空，是吧？又是刺阳又是跳空，是以他为基础，对吧？那三日啊，一二三，三日上家长呢两岁，他是个王牌，对吧？那再往下挥彩的时候，大家看挥彩的时候，那首先这天一个跳空兽，我们就应该在哪呢？我们就应该在他的虚顶画条线，因为这天是个跳空大阳啊，是跳空大阳，那我们在虚顶画条线。那往回挥彩的时候是破了啊，这天虚打敌人虚破，但是实还在这个什么，在虚顶之上，是虚顶之上啊。那这天大家再来看，那这一天他什么是虚打敌人？怎样打呢？是他东移啊，膀子系这个榔头啊，虚打敌人，盘中突然啊击破了什么？击到这个黄金线，击到这个元帅的实底平民线，精准挥彩啊，突然下杀啊，打到什么？打到这个啊击筑的这个实底。那我们画线的时候怎么？我们预判画线，因为它是个跳空，说我们预判画线，它没破这个什么呢？没破这个虚顶，势力强壮。但是呢，它什么呢？这一天它来个刺阳之后呢，又来了一个下蹲，怎么下蹲？在盘中突然嘛，突然一个下杀，杀到这个底，打到这个底，是打到这个底，然后不虚打敌人呢，是释放自己，是又是强壮所为，生强壮所为在哪？达到这个收回这个虚顶平民线之上，是为抢面实啊，实顶平民线我都不破，对不对？直接收回在虚顶面，是抢住一个零号，是他一个掌分的。那这个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这种行为喜欢虚踩脚打脚。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看来看，这是个大阳，又是个跳空，对吧？那以他为基础，他什么？他一个跳空是吧？一个跳空，那我们是应该在他尸顶画条水平线，对不对？那三人他是不是三人
发生在尸顶之上啊，亮发生什么？亮髓，对不对？那这是不是一个黄金线？是条黄金，但是它后期回踩的时候是踩什么？踩漏了啊，破了这个尸顶平行线，破了这个啊大洋尸顶平行线。那破了之后呢，是我们就要随着这个庄家的足迹来看，这一次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什么？它是破了啊，续大洋大的这个金线尸底，对吧？那在这个地方，它能不能也重复这样的动作呢？那大家来看一下啊，那破了之后，我们大家就来找最低找到吗？它是也打到这个脊柱的尸底平行线，是也是这个动作，也是和这个地方，也是和这个地方是同样的一个动作，踩嘛踩脚，续打脚，大家看是续打别人，踩脚，那收在什么地方？收在脊柱的二翼阳关道，归踩不破，抱着不飘脚，对不对？续打别人是保持这我们什么？哦，然后这天是一个全双阳身，有跌转身，对吧？那两次都重复这样的动作啊，上去之后先拉，然后呢再洗洗，怎么洗呢？啊，来个掌之前给踹一脚，对不对？这个地方也是，你看掌之前是踹一脚，有这个动作。那在第三次的时候，那他什么又回来这个动作，又是回踩什么？回踩这个脊柱，是不是？这是刺阳啊，对吧？回踩脊柱这个底也是虚大敌人，什么又是施暴自己，是虚大敌人施暴自己。那我们大家想了，第一次你又踩脚啊，虚大敌人踩脚，第二次又是虚大敌人踩脚，踹一脚之后就起，那踹一脚就起，那在这地方踹一脚是能起呢？大家看，是踹一脚就起，对不对？那再讲又是这个动作，你看又是踹一脚，他不踹脚现在嘛踹腰了，这个地方是吧？拉着就起，是这个庄有这种性格。那我们看到他啊，踹一脚就起，踹一脚就起，那在这第三次踹一脚，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复习到这个题，对不对？那大家再来看啊，这个也是，那在哪儿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看上归踩的时候上踩的踩脚，是不是踩脊柱的尸底平行线？在这儿也是，对不对啊？也是踩的脊柱尸底平行线。那这一波先拉，然后再回踩，也踩什么？也踩的脚啊，这黄金线踩的脚，对不对？也踩的脚。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看，我不再踩脚，是刺阳，是不是？又是刺阳，又是什么？假阴真阳，又是个啊跳空柱，对吧？我不再回踩，再不再踩脚了，结合了以后我开始踩头了，对不对啊？是这么强。那在这个地方大家看，那它是又踩脚，在这儿是又踩脚，是不是踩脚碰？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三日啊，这是阴阳阳，第三日是它什么？踩头耳上呢，是又这波又上涨。我不踩脚了，开始踩脚，在这个地方不踩脚变成强装了。那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前期踩脚，踩脚之后就起一波，对吧？那踩脚之后就起一波，踩脚之后呢就起这一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这儿又不踩脚踩头了，是强装了，对吧？那在这个地方又是虚大敌人啊，踩脚虚大敌人。但是那施暴三日平均啊价位在尸顶之上，是又是强，又是模仿这一块，是又模仿这一块，对不对？那我们大家什么呢？是我们大家你看到啊，这个庄你不再踩脚了，再踩脚不再踩脚，踩头耳上了啊，在这儿又重复这个动作踩脚，并且三日收盘收在什么尸顶之上，是我们大家一看啊，你再这样踩脚，那我看你这一天又是一个上捅下踩，那我就画好你的攻防图，就你不能什么，你不能破这事尸底平行线，对吧？你虚大敌人施暴自己，那这天他什么？他是阳盖阴，是阳盖阴。那我就在什么？我就在尸顶之上，我开始画。那只要是你不破着尸顶，那是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跳板，啊，接着黄金柱和黄金线这个跳板呢，是我们大概能抓住这一波，普及到这一波的涨幅，对不对？那不同的庄家呀，对于自己的攻防线有不同的设置。那强庄刚才跟大家讲的，这强庄它攻防线在哪？在头部，只要是踩住这个头部，自身的头部啊，它的尸顶不破就给你强，那虚顶更为强的，虚顶是刚才跟大家交流的，只要踩着虚顶不破更为强，是吧？
往往是什么，领头一套跳往上三个人都直栽上去，那龙头和牛股往往什么，它是踩虚而上啊，踩实顶和虚顶而上的，往往能成为什么啊，牛股就结合上节课跟大家讲的领跑战法啊。那精装呢，它攻防线在哪，在腰部，就盯住啊自身，第一个自身的腰部，再一个就是什么黄金柱后三天实底和虚底，我们要看的虚打底必须要实保自己，对不对，最好什么在黄金柱在自身的二力之上才会强，对吧。那脚桩呢，那脚桩它的攻防线在脚，在这个脚这个地方踩脚的时候呢，最好什么挥踩精准为佳，它挥踩呢精准说明这个桩精打细算，那我们举个案例也是，对吧，最好是精啊，需要精准挥踩，精准挥踩，精准挥踩说明的桩它精打有精打细算，这也是对不对啊，精打细算的一面，既然看到精打细算的一面，那我们就看到它有这个习性，那如果在踩脚不踩脚，在踩什么踩头或者踩腰啊，踩腰，那我们大家要想什么，它由弱变强，也许这个开始啊走一波不错的上涨，对不对。通俗的讲呢，踩头的是强桩，踩腰的是精桩，踩脚的是脚桩啊，总之大家要知道啊，金线战法的基础什么，我们必须要找准这个黄金柱，这是上节课给大家讲大的基础，对吧，找准黄金柱，找准基柱啊，核心什么，核心是跟着主力走，主力怎么走我们就怎么来画线，我们是根据主力的他的足迹来找他的跳板。灵魂是什么，灵魂是用火黄金线，怎样用火黄金线，先找实后找虚，微调抓战机，所以说金线核心的要点它有三个，第一个什么，根据市场这主力它的行为足迹我们来去点的，我们要看什么，我们开始一开始我们是预判主力自身，我们看打出来这个基柱啊，打出黄金柱，打上基柱来，我们首先要看着基柱你自己的自身的能力啊，你是挥踩三日之后挥踩这个庄家，你会在它什么位置，对不对，所以说任何有限的金线都不是我们画的，而是主力它走出来它用是行为证实的啊。黄金线的基本画法什么，是我们提前预判啊。那第二天刚才跟大家讲，那早出基柱之后第二天一个跳空，那我们直接在实顶画线，对吧，我们预判嘛，你是个强桩，它是个强桩，我们画实顶看是强桩，看你后期怎么走的啊。预判是什么呢，预期，我们预期画的、啊、目的什么，目的是我们来预判，预判它到底是它是强桩吗，是不是强桩啊，看主力它怎样来走，它怎样来做，如果我们呢预判啊，提前预判它挥踩这个头和我们预判的这个行为一致啊，那说明它是正确的强桩，那它只要挥踩这个头不破，我们马上第一时间我们要跟上它，说明我们预判是对的啊。如果是它踩漏了这个头，踩破了它的试顶平线，那说明我们这个预期呢啊错了，我们预判错了，那错了怎么办，我们及时的来纠错，要跟上庄家他的足迹，对吧。所以说呢，黄金线它是以黄金柱为依据的，必须要看主力他的动作啊，他的足迹以他的动作为准绳啊，来预测主力的行为和方向的量价偏离线，看着主力怎样走我们就怎样来画，一破了实顶我们就来看二底，就来看记住后三日他的实底和虚底，对吧，那破了二底我们就来找底，对吧。所以说我们又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虽然全部叫金线啊，不管是黄金元帅还是将军，别看我们同事都是把他们叫做金线，但是大家要心里要有数，什么元帅柱找出的画出这个元帅线是最可靠的，为什么上节课跟大家讲的这个零号战法是最强的，是黄元帅线是最可靠，只要是挥踩黄元帅不破，那我们大家就可以跟进，对吧。这黄金线是较可靠黄金，但是这将军线呢，会踩将军线就是较装，它不可靠，必须我们要等确认啊，踩线确认，必须确认嘛，必须确认它是有跌转身，确认它不跌了，踩线确认踩转好，那我们大家才能跟，否则的话他们就会啊跌跌不休，对吧。那黄金线的核心第三核心是什么，是先找实后找虚，微调抓战机，微调嘛啊，虚打底实保自己，我们要微调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左右延伸，像刚才跟大家讲的，那我也找不着你记住的自身啊，后三日啊也没有，那我们就左右延伸看是否它有个左支右撑，就是微调一下，如果左支右边撑起来的话，那就以后跟大家讲的黄金十字大T战法，对吧啊，这样也能找到主力，他庄家
它的足迹，好吧？那本节课我们的重点我们再复习一下。首先大家要知道黄金先人